宁十公子吃一个，我和九龄吃一个便好。来，九龄，九龄，我回来了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。少爷，啊，你有客人在啊，我是不是打扰你们了？方少爷，在下宁云昭。哦，你就是宁十公子啊，早就久仰大名，只是一直无缘相见。京城一事，多谢宁公子解围。方少爷多礼了，君小姐已经谢过了。九龄谢，那是九龄的心意，我自然也是要跟着谢的。哦，对了，我之前跟你说的，新开了一家铺子，馒头做的特别好吃，来，快趁热吃，一会儿凉了。哎，宁十公子要不要尝一个？来，宁十公子吃一个，我和九龄吃一个便好。来，九龄。好啊。哎，宁公子要不要吃过饭再走啊？应该不会耽误宁公子吧？哦，不了，我是特意来问件事情而已，问完便回去了。问件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已经问过了，是我突然回来的事儿。哦，问完了。宁公子不必担心，既然婚约没办法阻止陆云奇，我们也不怕他。对，我们不会怕他的，而且我们还回京呢。那过几日我们一起回京好吗？宁公子是想替我出这口气啊。他不肯善罢甘休，我们为何又要忍气吞声呢？宁公子过几日便可回京吗？令堂还病着呢吧？你这要是急匆匆的走了，会不会被御史弹劾，定为不孝啊？啊，我不懂，我就是瞎说。成语说的也不无道理。毕竟，如今你省亲时间未到，如若此时回京，恐怕会落人话柄。再者说，如今我们绑在一起，也是很多人的眼中钉。是我连累了你，君小姐。宁公子想要早日回京，恐怕还要先治好令堂的心病吧。我想我们婚约之事应该尽早解除，这样会对你好一些。这样更不好，我母亲病了，此时解除婚约，只怕有人会说我不孝，在揣测宁家背信弃义的旧事。说到底，这件事情还是我们宁家承君小姐的情，还要继续麻烦君小姐。宁公子助我在先，我应该感谢你才对。啊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九龄，成宇，你刚刚的小心思以为我看不出来啊？我就是不喜欢他，宁家之前那样对你。宁家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况且婚约一事，宁公子始终在相助于我，你实在不该这样。我知道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快吃吧。好，快吃。来，你多吃点。九龄，九龄，你的信。我的信？嗯。锦绣的来信。竹赞出了诏狱，在思梦间思过，看来陆云奇没有食言。怎么了？
是京城出事了吗？不是京城，是河北西路，有十几个孩子因为中毒死了。啊！而且，北齐往边境增兵了。来犯者有多少？兵马严整数万，是北齐铁骑。那就不是散兵轻扰，而是派兵出征了。这算起来，北地安稳了还不到十年呢。希望陈国公能够度过此劫啊！师傅，师傅，千真万确，董苗果真出事了。消息压着呢，但是我打听到了，已经死了十来个孩子了。那些孩子的家人要进京拿君小姐问罪呢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也能压得住，还不上报太医院？是啊，那个姓冯的，非要核查之后才能够下定论。他当然要压着，他如今的一切都是靠种豆得来的。只不过那些死了孩儿的家人们着实可怜呢，我等既然作为治病救人的医者，就要替这些可怜之人鸣不平。江太医，那你有何打算？为君分忧，为民谋福，乃是我们的职责，不能因为某些人造的声势大，就任由这等荼毒生灵之事发生啊。我知道了，那明日殿上便有劳大人了，告辞。江太医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江太医有劳了，请。大人吩咐，让你好好照顾。请大人放心。开门，师傅。陆云奇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你竟敢将太医院的人私自下狱，就不怕陛下怪罪吗？江太医，别白费力气了。